不，两位，就是因为我你刚刚送的花也是花语的嘛，你们刚刚的花也是花语的嘛，就是学业有成啊，不是，是不是学业有成？事业有成，就已经毕业了，对，就毕业了。祝你们就是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，然后就是毕业，好不容易毕业了嘛，然后就在事业上就是比别人更好，然后更出色，毕竟是大人了，加油！加油！